哎，跟你们介绍一下职业啊。像我现在练的应该是唐门哦，唐门哎，那唐门就是弓箭手，那我们今天就像唐门啊。哎啊，为什么？唐门啊，所以他就是唐门哦。好了好了好了，随便了。我给你们看一下唐门的技能呢。那唐门这个职业呢，你们看一下技能是怎么样啊？像他就是门派嘛，就是唐门门派这样。啊，你技能给大家一下。啊，我跟你们讲哦。我们这个游戏呢，这边跟你们讲一下，你们给我那个设定一下，不是画质那个怎么改？嗯，它不能改画质吗？真的假的？可以吧？来，画面直接调到精美了，它可以很漂亮，但是你们要自己进来调哦，一定哦，一定要自己进来调哦。然后那个，我们今天讲这个职业哦，顺便给你们看一下技能。而且我们这个职业它有什么技能呢？观众们，你们看一下，哈哈，可以吗？该帅啊！你装客气嘞，聊天室我连跨界。我们这个游戏也有聊天，你看一下。嗯，断灵。啊，我们这个游戏吼，你看，就是帅啊，毋庸置疑。这种游戏就是走回味路线的哦，都跟你们回味参考，所以都很漂亮。